香肠是台湾常见的美食小吃，尤其是过年过节一定要有香肠。不过您吃过香肠里有绿竹笋或者是臭豆腐口味的吗？深坑农会以在地食材开发出两款特色香肠，绿竹笋香肠吃起来格外清爽，臭豆腐香肠呢则带点微辣，相当下饭。而这两种特色香肠呢，一推出就深获消费者的好评。香肠是台湾知名的美食小吃，尤其是在年节期间，餐桌上一定要有一盘香肠才觉得丰盛许多。只是口味如果一如往常，是不是也让你觉得吃腻了？深坑农会结合了在地食材，开发出特色香肠，也就是把深坑四宝中的绿竹笋和臭豆腐放入香肠之中，没想到意外的引起好评。参加北区的绿竹笋评鉴，所有产地的评鉴，我们是荣获第一名。那么想就是利用这机会，把我们深坑的绿竹笋，然后结合深坑的黑猪肉，然后做成绿竹笋香肠，然后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应景上市，那也因为颇受好评啊，那所以我们陆续又开发了臭豆腐香肠。对于食材的严选，农会可是谨慎再谨慎，所以除了有精选的绿竹笋和臭豆腐外，做成了香肠当然还要经过 SGS 的认证，就是为了要让民众能够吃得安心。原本稍稍油腻的香肠再加入绿竹笋调和后，吃起来格外清爽，隐约还有竹笋清香。加绿竹笋之后，一般民众反应就是比较清爽，也比较少油腻，那客人的接受度是会非常的高。而这个臭豆腐香肠则完全是另一种风味，尤其是微辣的口感相当下饭，保证让大家一口接一口吃不停。当地合法登记的那个业者，那是使用非机改的黄豆做成的那个臭豆腐，那它因为它的口味就会稍微有点微辣，那跟绿竹笋是不一样的风味。深坑农会超市店长王国协表示，目前两款特色香肠都有推出优惠折扣，现在一次购买四盒还加送保冰袋，不管是送礼自用都两相宜。除了在新北市辖内的农会超市可以买到，桃园的农会超市也都有上架，而在台北希望广场都有定期展售，宅配满2000则可以免运。深坑农会超市的电话是2662-6363。记者杨宝耀、赵芳琪深坑采访报道。